哈喽，今天我们吃猪猪冒菜，先来一串金针菇。今天把猪好吃的部位都聚齐了。这是大肠包呢，猪特别嘴，想不到孜然脑子被包在大肠里面。沾点冒菜的汁，这个汁真的绝了。来一个猪脑花，这个刀工还不错吧，切花刀更嫩更入味哦。压轴主角，小心脱掉骨头了。炖得太滑溜了，休想逃出我嘴巴。剩一个泡对吧？